吃饭了。我要你这一碗。都一样的，换什么换的？快点吃吧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机会来了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不对劲，我的那碗被他换走了。啊，帮我倒水来吧，这没水了。你自己不去啊？倒一下嘛，懒得去啊。我是男士在忙啊，别给我换了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啊！我是李金龙嘞，哪有你什么李金龙？有人，快吃吧！叮叮叮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我得找个机会给他换过来。吃饭了，来了。来，今天吃荞麦面皮。好，哎，还有这么好吃啊？嗯，吃完面皮一起吃。哎，我筷子掉了，帮我捡一下。小心点嘛。
好戏要开始了。那你天天来套路我。叮叮叮哦，今天又吃五谷鸡爪，倒出来满满的一大桶，属实诱人。等一下我选这碗。安全期间方便接母虾虾塔。吃饭了。来了。你这是看不见的还是吃荞麦皮？我是看不见的。确定啊？嗯，好。到我了吧，他这是又给我上了套路啊。这个乌龟还得给你吃吧，我刚刚吃这个玉米根吃饱了。